李全教喝花酒影片曝光，说是跑团庆生。我李嫂，真久无看到你，最近议会也无闲吗？大家拢真想你呢。什么啊？议长嘛爱昏迷哦，是查甫人拢嘛爱这味。这段影片大家最近有没有收到啊？话题人物台南议长李全教，他被人家脏到喝花酒，当然就被拍下来，这是一定要爆的啦。呵呵呵，看这个内奖好贴好贴，饮酒作乐没有女人就没有醋味啊呢。议长说这间桃花红酒店已去过好几次，都是跑团，是有人的生日，那办了几桌这个酒宴，那现场有唱歌的，那我去唱歌，那现场很多人要求跟我合照，大概不到十分钟，我在那种场合我还不跟他们合照，所以我就不理他们了。但是因为在网络传言的话，我也喜欢的樱花酒，那我一笑置之，因为在这个东西根本不是我的场合。当新闻上酒店之纯唱歌报道。戴森温馨提示：今日天气转凉，戴森 J Focus 喷射控流技术快速均匀温暖全房。